What?没有太多想法，就一定有信心，就一定会赢他们。我觉得我在我的角色池方面可以赢过利弗，我的对线就是比他强吧，边线也比他强。我秀操作的时候可以多注意我。我有跟他讨论过，他几乎每把都一直阻上路，多阻我一点，把我杀爆。是没有选择把对方的野区吃完，直接回来守自己的蓝 buff。但下半部，然后打出正当蜜蜂的效果，小安的血量比较低，按了治愈往后拉开，但李信到了，挂了被挂点燃，这边脚闪现往后拉开，会直接危险。这盾，哎呀 ，Q， 竟然是被隐身的闪现给挡了下来，有没有机会再把控制回来？那哈娜剩下半条线，刷了回来，再补攻打下去，逼出哈娜闪现，上方 Alex 也赶到了，这个闪现接 Q。哇！好像钩子这边好了，出钩钩到了布拉姆，加文 EQ 在传，手杀落在了加文身上。我的天哪，以色拉小汪强行 carry 这一组的操作是有点厉害，就有点想象不到的那一种，很可怕的。这不点燃有下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小安其实 kill 完之后血线拉好，位置还不错，是可以转成 A 两下。我觉得这也太秀了，这个真的太恐怖了。慢动作，慢，其实已经扭掉了。但更恐怖的在于，他接完之后，反而哈娜的位置变得极烂，对，被一阵暴打。他本来是可不可以安全走掉的，大不了 Q 没有中就走掉，大不了 Q 没走掉，然后就走了嘛。嘉文 EQ 你大不了还闪现，谁知道就蛮状态的。但这里反打完之后，一个头回来了，哇，恐怖的以色拉这个被动强迫你接团呢，哇，这个有点恐怖。AQ 直接换打的是很残暴。转角遇到了吗？哦，没 ，Alex 已经跑出来了。因为下方的赶怪做包夹，加完 EQ 串，所以在勾勾到之后大绝，这逼出垮了，闪现往后按下了惊人浩劫降临，盖下来盖在对方露西恩的身上啊、哦，这个血量不太够，布朗姆先行倒下了，阿卡丽跟李金祥进场，但是被空战防壁给推了回来，现在 Alex 还活着，点了挂了要死了，但是侧面波波看起来也走不掉，这个波想反打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这就是 AHQ， 然后 pass 把对方赶走了。这边再一次一挡二，我们再看一下这波。这口啊，感觉有点小迷路，就小而已。但是小汪的这个狗每次都精准的打在布朗姆的脸上，真的有一点尴尬，很痛苦、啊。吃到这样的有点尴尬。因为这个会战其实看到法欧四只脚 OP 的地方，六等后这个大绝进来的这个场，还有这个瞬间输出能力，看冲到 A 大尾，小汪的手一下也没有停，对不对？一下一下一下一直输出，一直输出，哇，真的是有点受不了了。真的是 A 不停，会爆开来。五层塔没有、来，大力金刚脚，冰河裂隙砸下来，逼出了 Rainbow 的闪现。哎呀，那没有，没有看破手脚，也不是风火，是哎，多连锁绑到了，下方控制勾动，好降临盖小 V 逼出小 V 闪现，那正前方呢 ，Koala 可能就没办法走掉了。冰河裂隙还没砸出来，守在半空中，我还能闪现往前开大，电到小 V 双杀落在嘉文身上，最后插这个旗就是小 V 的墓碑啊！哎，还没断回家。哎呦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replay， 这 replay 只看得到那个绝望的一幕，对不对？小 V 这里是直接被大局盖进去的。这里 X 其实处理得很好，他大概盖完之后先留下来杀人，这把头叫 Zip 收 ，Zip 这一套是绝不肯火的，这一套电完一定升天。这虽然说头最后没办法给到凯德身上，中路出光，再见。又碰到布朗姆啊，冰河裂隙敲起来，敲对方在自己的生命呢？这 Koala 这个比赛的感觉就是谁的打野前五分钟赢了，谁就要赢啊！真的，对，谁打野前五分钟赢，谁要赢。下了大绝，船长这边想要让他队友接进攻哦，但是空杀旁边一推，阻挡了接近进攻可能性。哎，还是想要进场吗？这里被以色列惊人给背了掉了，但前方 Alex 位置不太好，脚闪现开盾往后拉开，这一下船长的手枪收到人头。这波 Fog 而且还是偏肥，而法奥是很黑，这个钩不可能吃啦，这钩怎么可能？当然容易在五个人面前吃的钩，这是必死的，这是没有道理你会活的。我觉得 Koala 玩布朗姆的时候特别喜欢吃钩。我觉得理论上没有那么喜欢吃啦，但他看起来是完全没有考虑要躲的那一种，才会长这样子。这边呢需要快转一下，快转一下啊！中一塔就必断嘛，这塔是必断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到这里呢，其实还是需要再快转一下，对，还是要再快一下。我们可以先聊聊今天天气，今天天气不错。
很有点冷，有点冷，对，但也没有关系。反正尬聊就是这样嘛，想先聊什么先聊什么，不可能踢嘛。我们大家准备好吗？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我看峰哥还在家里嘛，我就来看你要走多久嘛。没关系，我们大家再忍一下，就是大家先准备好喉咙，准备为峰哥呐喊。那么峰哥正在找些多连珠往前绑，绑到了小 V， 先丢了一个 Q， 哎，对哦，找机会，空上 V 一推，还在烟雾弹当中，哎，一到了什么？一到了一回来，对不对 ？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峰哥这个操作，我的天，是真的厉害哇！硬把人留了下来，毕竟我想一下，卡莉看起来长得也不高嘛。那也我，现在下半部也要塔了，而且阿切的威力就像你讲的，慢慢出来，哎，往前要硬抓了。这边加文 EQ 出来扫到 Fofo， 但 Fofo 有烟雾弹可以保护自己哦，找不到机会进场啊。这看到两上就是中路要开，我连捅炸一下，伤害并没有到特别的高哦。原来两根粉眼，所以对方会拆的时候还可以留一根。哎，往前加文 EQ 啊，哈娜大脚一踹，把他踹了回来了。那这时候呢，都还有大绝 Zeef 按下经典上方浩劫降临，盖到了 Fofo， 把他关在斗兽场里面。往前，哎，雷霆风暴电了之后，闪现往后拉开 ，Fofo 倒下了。凯能一个麦，而且往前要追，哎，这个推被哈娜用盾眼给躲过。没有机会，没有灌到法欧斯是没有机会的。这波 X 进去之后，你看第一时间理性的大就被踹出来了，理性已经没有办法打了，理性进去就是跟一个 Q 的伤害了，已经没有，已经打不进去了。而且这波 Zeef 看到 Fofo 进来。他就开大绝，然后闪现躲掉这个击飞之后，他已经死不了了。然后 Fofo 直接暴毙了， Fofo 暴毙之后，这个团就不可能了。没有，这个我觉得你不是，你是船长，我也冠中啊。这里就无论如何都冠啊，会打起来的。盾眼踢回了嘉文，但嘉文是坦心了，反而是哈娜自己被秒掉了。嘉文一路往前撞，大绝一盖，射击少了两次，回来逼出了 Rex 的闪现往后拉开哦。但因为位置的关系，反而是 Zeef 雷霆风暴并没有办法打出很好的效果。但中塔要跳 ，Fofo 站在那个角度是要给他脸一套的，是直接怼脸，直接赢。这波哈娜踢的是有点急了，他这个大力金刚脚用得很狂哎，就这样踢。但是什么？这个灯笼神救，哇，真的不行了。而且这场的嘉文是买坦的，这个很硬。但我觉得他第二轮开进去的时候，只换掉了 Fofo 的，只换掉 Rest 跟 Koala 的两个闪。换完闪之后，这个团还是没有。但这个地方 A 就是能推中塔必拿的，我觉得 A 就是还有一条八，还有一条地龙在身上啊，会打到对方。多连锁出手绑到了布拉姆回声，并有力气要敲，但中了射线钩子，盾队友拉开，加入 EQ 往前，大绝要盖吗？疯了吗？大绝盖吗？哎呦，上面 Zeef 这边光一技能就把哈娜大绝逼了出来，可是将吸了一口蛋啥？这姜是老的辣，姜 Zeef 的凯能，当他不开大的时候，谁打得赢？真的。啊，原来关键就是不要按大，就不按大就不会原地开大嘛。对对，不按大就完美输出，不按大大家就不敢靠近你嘛。哎，这里还要打，这样一个往前穿杰瑞斯的大绝再盖闪现出来，哦、凯能进场一电三，布拉姆瞬间倒下，路线也死了，瑞斯在对方塔下走不掉啊。GG， 这一波进场完美的收割，双杀落在 Zeef 身上，Fofo还想要跑吗 ？Alex 关的真好，这个 Alex 这波关的真好，因为上一波是他开掉了瑞斯的闪现，所以这波瑞斯是不可能有闪。滑了出来，就需要追击。Fofo躲在烟雾弹当中，躲过了钩子，在空上方面一推，推离的烟雾弹的位置，身上被挂点燃，按着闪现往三角跑。大绝进场这边想要再喂一波吗？没机会。心中找寻一个胜利的机会，因为这里是要 A 主堡了。也没有错，因为这边 HQ 是要一波直接把你带走喽。主堡双塔点掉一座，这时候哈娜进场被晕到了，按下惊人，但对方人也已经赶到了，这里看起来不太有机会。A 主堡还是要 A 人。滑了上去要换哦，点燃挂，但完全打不出伤害。主堡双塔掉了，剩下主堡一座，小 V 复活了，往前哎，小安在抽，换到人哎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小安走不点主堡、啊，小安在抽，最后按惊人，让他中路死。心结，抓到心结，心结，小安最后戳他一波，故意按惊人，射一个惊人，想欺负 Rainbow 嘛，欺负学弟嘛 ，Rainbow 死了也没办法嘛，怎么这样子？怎么这样的？他也不敢讲什么话，毕竟学弟嘛，学长学弟制还是有的、哦。哇，这场前面我觉得是 Alex 换了一个打法，然后整个 AH 换了一个打法，然后 JT 完全没有跟上 ，JT 完全跟不上这个变化，这个变化来得很突然。嗯，就是直接进了对方野区前期对找人，我那时候还在想说为什么就是 Alex 这边，
time.